我开了。跟隔壁啊，我等一下回来讲八卦。好。讲八卦吗？过去隔壁的。这边讲八卦，来这边讲八卦，继续讲。没有要来，这边讲八卦了。这边要来，来了，我就骂他。看看紫色有没有来。不知道吴缺，你快点上线啊！好了，模拟器关掉。昨天开台的时候，所以繁星你全部都过了。怎么全都过？只没有全过。那我们昨天过什么？左上角、左下角。我们过龙岩跟一个什么？盾好像没有，龙岩跟回血那个左上跟右上、哦，对对对，那个血月跟龙岩左上右上吧，是吗？嗯，对，看一下图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其他没过、啊。那等一下给你，对的。我黄蛋有过吗？黄蛋没过啊，都输出不够啊。嗯，这次莱因哈特。对啊，你不是莱因哈特敲了半天敲不死，一直闭眼。敲不死哈。太久了，我可以把一只撸回来啊！打不死。我家电回来了，我家昨天只停一个半小时的电而已啊。防守模式我看看，气手强空真的不要。啊，还有那个爆头，一开就趴了。爆头还行，爆头我们有撑到下一那个啊。爆头是哪一个啊？中间那个就破门的，都有破门不是吗？啊，一个刺客就快被我们玩爆了。哦，对，那他刺啊，那爆头麦卡利不能锁头，那哭什么？烂透了。你说麦卡利大绝锁不到头？对。我们紫色开了第一次大绝，说：“我好像瞄不到头。”我说：“我躲在建筑后面再试一次。”然后直接大拉拉站在广场中间，真的不能瞄头。那七六大绝没有用啊，对吧？七六不是锁头的，不是七六是打身体啊。所以昨天就是要多用功能性的那种大招，不然大招这都是好玩而已。爆头那个是不是只可以选攻击角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吧？他要爆头也可以啊，只要可以爆头都可以啊，对吧、啊？哦，只有爆头才有伤害那一种。嗯，仅限爆头。哇，所以你要玩哪？不是啊，应该是要看你要玩哪一个吧？对，你要玩哪个？龙岩我们过了，可以陪你打、啊。好，都可以啊。我们有经验啊。好啊，来呀、啊。来啊。那龙岩要选什么？我们上次怎么过？一个壁垒，一个欧瑞莎，然后两个补啊，和尚，对不对？吴缺用和尚，对啊。然后一个和尚大绝开下去，可以直接硬拉血加拉人啊，边拉血边拉人，然后打水点击。可是我们这次场少一个壁垒，紫色不在。嗯，有那个啊，有老弟在啊。所以用欧瑞莎是不是？你放弃壁垒了吗？我瞄不准，不然我怎么会喜欢玩托比羊跟炸弹石？就是因为我瞄不准啊。那还要选谁？还有就选慈悲，我记得有两，我们那时候场上是两补。不是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对啊，好像是这样的组合吧？看我脚嘛，敲一敲，打一打。今天那么小，不先处理掉就无法进行空投。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台携带式无人机，可以害入防空系统。你可以扛，其实老巨应该扛过来，你更不用怕。你血多啊？什么？我就可以扛得过啊？到后尾我要看，
那加伤害会算我的吗？有哎，这加伤害。嗯，只是伤害量不算我的。哎呦，滑下来了。干，我断线了。我连回去了。好。哇靠！干嘛？怎么会没有人啊？你们走啊！你们走你们的。加在这边，嗯，紫色左边站在这边啊。起来，小圆那个位置就是上次上刚刚他的头伤害出事的位置。被打到。我昨天避雷开大被秒杀，你是不是在偷笑啊，小雨？没有，我大笑，我没有偷笑。我靠！妈的，难打死了、欸。我跳不上去了。我来，没事待着。我来待着了。我、哦、好难瞄，他们真的好难瞄哦！不要把我挤下去哦，我说真的。好卡。
你怎么上去的？我站在什么上面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比较高。你站在教主头上。哈哈，碎哦！我动了哦。不要，拜托，求你，我跟你是慢级对吧？蹲呐，老君。他放过了啦，蹲爆了。吓死了。上去了，为什么？不要乱动，好不好？力量，好了。那个没办法给他挂猪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避雷哦，避雷，避雷哦！看不到。你拿我把旁边切割吗？爆炸了！那我可以过去了。这时候就要玩那个独木舟不可以下车的那个。没有，我只是懒得跑而已。啊！打到下面去了，后面。那个可以吸哦。
这次的血量比较高呢。真的耶。等一下，它会爆炸，我记得。那等一下是啊。我会怕。起飞！我靠！喂，是这边避雷不会飞。挂住啊！挂了。哦，然后黑球。有吧？吧。没有。哎，死了，干，来不及按，对不起。后面，烫烫哦，烫烫呗。等一下，我再扭了呗。后面是不是？后面。哇！哪里哪里哪里？前面这些发币嘞。你怎么在那边？快快快快快！你快，老巨快！我被吸过去了。耶！就这么简单哦？这就很简单啊！刀是力方程式啊！对啊，就这样哦。我反正就这其实很简单，结果是下一个更难，盾是假的，盾打不爆那才难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些弹道基本上都被挡掉了，对吧？那有什么可以穿透？信息呢？可是信息打不了壁垒啊。蓝银哈特也可以啊，可是蓝银哈特打不了壁垒啊。你要打到可以打壁垒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四颗星哎，好家伙！他们有无敌屏障之外，他们还有那个一般的盾。刚没死就好了。所以你不能完全无视那个盾，哭了。对啊。而且欧瑞莎不是会一直放盾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剛剛要绕到后面去。我们昨天就是。在研究怎么办啊？那要气防强攻还是反弹、我先上个厕所，不好意思。都可以选择，给你选择。那我们回去打熔岩之地吧。啊，都不用吧？比较简单。我把血量降低是降低多少哎、欸？可以试试看啊。不是有人去吃哦，没事，等他选完之后才开始。啊，龟来了。
所以现在玩的是什么？血量扣半，攻击增加。血量扣半吗？你不是选血量扣，就血量比较少，攻击比较强啊。啊，不知道扣多少啊？对，就是不知道、啊。那还是一样阵容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刚刚那个是因为龙岩啊，龙岩就不用走太近打、啊。那现在这个不知道啊，试试看啊。完比较会死，变晚，血血变晚。因为昨天玩的也有吸血的模式啊。嗨，嗨，我们昨天用了我们的方法带小鱼老局过。说那组合吗？地雷那个龙、啊、岩的。哦，龙岩。哦，我血量七十哎。七十。七十，等一下，七十多少？所以。好像不适合用攻击角呢，35%呢？我没事，我一下一只，等一下我就被一下一只了。那遇到地也会很痛。对啊，因为原本那一场我们可以赢的，只是不是在搞事，就在一开始那场可以的。好像真的不能攻击角哎。快死了！太薄了吗？快死了！攻击角太薄了，我七十滴血，小姐。那明天我七六十的。我玩女坦也才140啊，你想怎样？所以35%。你要想，我一下就死了。还是选劳工之类的会不会比较好？我在想、啊，刚就劳工跟这只在犹豫。新美坦应该也可以考虑。我路亚。对耶。其实没什么差，我上场受到伤害很少啊。扎利亚本来血量多少？400，400吧。他说剩100多，不是吗？140，140，45%吧。我不要，好好干。我觉得我反正我不用选慈悲，因为你们血量不多，我应该选莫仪。莫仪或是那个露西欧吗？那叫什么？对，好，露西欧，巴蒂也可以啊，巴蒂也可以、啊。还有一个维珍可以用，对，那个巴蒂比较好。那我连强化都不用。毛妹高多少？嗯？不是老巨龙不被母摆了吗？我看伤害多少？200，我再打他几发？5%。1%，2倍了，2倍了。我靠！你在哪里？你死哪？楼上。你楼上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如果跳不上去啊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别来！我回去，我要回去。看，对，应该找到范围补的。那慈悲有点尴尬，慈悲不好哭。慈悲有点尴尬，慈悲开大补也。哇，后面还有只啊！他杀了我们三个。真的！啊，好痛啊！那你想要炸弹鼠没屁用啊，他大没有用啊。弹鼠大剩几滴血啊？太痛了！老师不爱又没劲啊！我们血太少，地上有香蕉皮啊。出事了，阿北！讲聊天室那个是过关组合吗？避雷欧瑞莎托皮昂巴迪，基本上可以丢东西，因为黄甲嘛，避雷还是要避雷跟欧瑞莎就对了。这是胜利方程式还是你预估的？我昨天打过，
你不要嗯啊，嗯一声没有。然后他说昨天打过、啊。是哪一个？哦吼。还是用小美。算了算了，输出够吗？够啊，他不是伤害加倍。你是说左键按住哦？就喷啊，炸同机啊！我 try try， 要 try 吗？你 try 啊！我 try。那我喜欢看我要选哪一只？巴蒂斯特，应该巴蒂吧？强化伤害的，我不知道他强化伤害是指打到人才会强化还是怎样。假设是从根本增加的话，那我大招也很痛啊。哦，欧瑞莎只有158滴血啊，八八，我也八八，35%，还是加黄甲的状况。那教主开一会加多少血？一二三加一变一二三，八八变一二三，多少？五二五三五。看来没有完全增加。就是谁呀？炮塔的血有扣吗？250，没扣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靠，那炮塔，哇，炮塔比我们强哎，真的哎、欸。嚯、哦！一发就杀我！做的很好，我标示出下一座防空据点。前方出现新的能量之炮，这也爆炸造成伤吗？嗯，你说你的大吗？对啊，他是说有人说炮塔血量没扣，那有吃到灯伤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的炮塔打的还是很快啊。啊！小美，我要躲在这。干，我躲在你们旁边。你要输出啊！干，我躲在分开阔。绝炮才有吃到真伤。我也觉得有哎、欸，两下就一只哎、欸。这算是你的召唤物吗？所以包博应该会吃到。哇！哎、欸，救人啊，你男朋友死在前面啊！他说不干我的事。直接放一个盾，我们不要过去了。好，上面这边比较安全。好，你男朋友在前面死的、啊。哇！你怎么会？好笑。侦测到大量的领主小舰部队正朝你们前进。
有人踩这个底。啊，躲在盾后面好了。真的啊，不躲盾后面很难搞哎、欸。要有盾，然后还是远程的，好像不多。有盾就远程，欧雷莎，第一发，第一发没。第一发没有盾啊？有啊。西梅塔。西梅塔不行的、啊，刚刚试过了。没有啊，我们没试西梅塔、啊。等不到能量啊！我们刚没试新梅塔、啊，你在讲什么？不是新梅塔，白痴！对不起，你是白痴。拜，只是欧雷莎，那是塔利亚。塔利亚，塔利亚，我不敢出去，你先出去，血最多的先出去。塔利亚上面跳出去就出不去了。啊！所以我不进去，我们就不会有事了。真的，你好聪明哦！西梅塔。好像有诶、欸。我在看炮台。我们不用站在车上啊，傻眼。对耶。一个站就好了、啊。其实吴炫，你要不要考虑去右上角站？你说那个平台吗？还是那个电话亭？那我也看不太到啊。那对面的、啊。看对面右上角有一个，不搞，我就不会被偷袭吧？不会啊，不会有人上去那里啊。调一下角度就好。好了，我又进来这了。跑，我动作了吗？对啊，机器人。哇靠！真的假的？嗯、Hello， 要喷我？好可怕！先回个血。不要打冰块啦！你们这些人真是没道德、没品哎、欸。这是我后面那个吸注意力。我正在重新启动系统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然后现在是要补血，要自己站在车上了。你为什么要躲这么远？骗的！干嘛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我都躲不到啊！小鱼，你要不要卷一只手长一点？老公给你，老公给你。好。被你笑死！丑死了！啊，想在那边，你真的不会有事吗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？我刚刚都说你要过来一点。哦，是跟我讲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躲到人了，怎么想都不是我。没事没事。星辰安安。
阿花安安，你说他好多，他说多，哇，谁害的？英华，啊，阿华，阿华，阿华天，阿拉华华，英华。阿华，阿星跟阿成，就不知阿什么都被叫过了。当然说是的。阿蒂托比欧瑞比，我是莫里森，你们的任务是救援。你不是玩西美塔吗？谁？你呀、啊？我？好吗？好啊，我西啊。那难度猪是不是很强？一直吃补吗？闪没有啊，散弹啊，散弹啊。因为刚刚莱茵那不啦，我刚刚托比昂也都是用右键在玩啊。是啊、哦。对啊，你右键打到范围就很大，然后打那个切割兵一下就死了。嗯，吵架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们顾好左边就好了，右边给他们。哦，炮台吵架了。对，他只想着换。是他们伤害太高，还是这个屏障很薄？屏障多少滴血啊？六百吧，两百一。也不好，那我做我特级。哦，坏掉，坏掉，算了，坏掉，算了。所以伤害没关系。你怎么都降？怎么都降欸？欸，谁推我？我这个位置卡好好的，每一下都爆头，你在那边闹我。卡住了。进入的姐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我要开大，这是什么？我真的会被你抽死哎、欸！哦，阿鱼真的很严格。为什么曝光？居然在这里！我要给无缺用的哦。是奥迪跳上来。啊！哇，好爽哦！啊，这个那我可以休息了。
哎、欸，这屏障只减了一千血而已。什么屏障？你说我是大屏障吗？对啊，大屏障。能干嘛？原本五千血，现在它砍成四千。哦，还是有，还是有那个血量哦。不过它无限的、欸。可是它很难打破，我几乎没看过它破。五千血基本上所有破盾脚同时在 A 它了。嗯。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输掉了耶。好的，我觉得我要输掉了耶。那接着去吧。屁、yeah! ！别让我失望了。好了，不会死了，被挂机了。骗我。他还是有精神的，我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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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炮台在干嘛？炮台搞事啊！炮台在这里不好吗？不是啊，刚刚有人说炮台上去了。炮台刚传送上来的。我在这对右边的伤害比较堪忧而已的。我们只看到这边，另一边看不到哦。放这边会，白痴哦。哦，可以耶。我可以及时传送过去、欸，哎。目标就快准备好了。跟观众说你没站点，太累。谁呀、啊？小鱼哦。哎、欸，不要嘴我们的队友，只有我能嘴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感谢你哦！哨戒塔设置完成。这跟那玩弹幕游戏没什么两样哎。真的耶！要吹他是不能挨到第三下的。在玩那个猴子射气球游戏。弹幕游戏。如果电脑设备不好，就是 only watch 了。哨戒塔设置完成。爆子弹。打下面打不到老师，就要打上面一点。充多久啊？要充一分钟。天。水。地板很滑。防御系统，就定位，
屁的征兆下哦。哦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。蚂蚁在隔壁睡了，玩下去好了。我蚂蚁睡隔壁。妈呀，他一直在楼上，玩下来。出事了，阿贝！哇！出事了，他怎么那么强、啊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避雷啊！避雷的炮塔模式。不是干嘛？是避雷太痛了，不干我们的事哦。哦，八弟哦，你的维生嘞？啊，又过了、啊，而且我是第一个一瞬间被轰死的，好不好？我是第一个被轰死的，无能为力啊！能够钢眼皮，我刚刚眼皮真的跳了两下、欸，好可怕、哦！来给技术性强一点的，我想观战，我只想吃瓜而已。紫色嘛，紫色来，紫色来，好好。真的是一炮一个，这很凶，没有炮三枪，一炮三个，好不好？一炮四响，好强哦！我都要碰的第一声就知道没救了。一炮四响，没有两炮，因为我一炮的时候还活着，但第二炮我就挂了。对，第一炮那个老巨帮我挡到，第二炮我两个一起死。一炮四响，完全来不及跑，呦。我就听到一下嘣，然后我人就不见了。嗯，听到一下嘣，然后就嘟嘟，然后就嘣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就全部死光了，好笑。哇，这边的避雷伤害不，这边避雷就是一炮一个，其实第一下就没了耶。真的耶，好可怕。那换我弹。避雷吗？气房强攻，有没有可以锁血的？然后不会死，他就只有八弟。有没有被动是锁血的招？被动锁血好像没有，不是我。要玩什么？玩鲁高攻？都砍到剩35%，所以蓝鹰的盾。你继续八弟啊，还是你要露西哦？应该是八弟，八弟比较可以多远一点补。基本上看到八弟好像都没什么事情，那只有在车子行进中的时候才出事。有的，我有可以跳高处啊，躲角落啊。我说哇，我们的几辆车子还有80%哎、欸，没了，然后就剩八，嘣一下直接没了。嗯，车子比我们还弹，不要这样子，真的。炮塔比你们还要弹，你真的这样。1400，零度象限正在逼近。好表现啊！为了你的安全，请移动到屏障后方。保护我的炮塔。不用了，我比较需要炮塔吧？炮塔的血量都比我厚了，靠他妈的！我比较需要炮塔保护我。炮塔保护我。有必要的话，就是你躲在炮塔后面啊，让他卡伤害。不会长这样，然后我就会一起修它。可是你不要忘了避雷的那个炮车形式，它还是有建设伤害。躲下面一点吧。嗯，
我们只能要一个人，就是我带车子就好了。在卡。哇！完了！哇！还好你是玩老公。我有老公是主输出主坦。我哎、欸，我一回来大就挤好了。那等一下推车的时候，麻烦你也来这样子一下子，多累个几下哈，大局好快一点。繁星还不干爆你？不会，他不会干爆我，我跟他是好朋友。那我要干他，给我钱哎、欸！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？打爆你，你要钱好吗？你是说用你的粉红色键盘 打下去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想要。清一下这键盘，我手汗太多了，它上面都是够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种？才换没多久，就都是够。没换多久，两个月啦。可他每天都在用哎、欸。我就是都玩那种像那种 PVP 什么，就那个啊，巧克团那些 PVP 的。嗯。玩一玩手汗就很多。WASD 应该是最黏的部分。就我都有持续在清啊，拿刀片上在清。哎、啊，对对，我是那个字都直接被磨掉了。我那时候上一个键盘换不到两个礼拜就磨掉了，而且很奇怪是我的 auto 先不见了，不是 Ctrl 跟 D 不见，后面跳哦！原来无缺的视角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就是往一个定点丢啊，我们要补习要在那边补啊，然后就是这样讲啊。然后小鱼车子的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小鱼就喜欢躲在边边角角。要补血，要上车。嗯，要去救护车。逼补逼补。那是必得干，那是送葬的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一只胖子，胡子，还有什么？走开了。跑的可以比你快哦。包子，我跑的比你快。我把你抓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逼补，大概要多少次啊？无缺的视角好无趣啊！然后他的维生立场都乱放啊，有就放嘛。然后没有，有的缺点他其实要放在车子前面那个，让他们左右两边都可以射到。有了，他是死人的时候才会救啊，这个意思吧？不是，你们血量已经是快到，因为基本上我一发丢过去，你们就可以满血了啊。如果说你们在短时间连吃两发三发，那你们就死了。所以基本上我的维生力场是没法预判的，我只能在你们有人死掉之后，先放一个维生力场吸引炮火，加上你们拉人。对啊，就是维生是用来救人用的啊。啊，欸，还没丢到嘞，他还可以自救啦。哦，这样子，只可以自救啊！我把伤害这样子框起来，然后弹回去。啊、哦，这样弹也是可以。为了你的安全，请移动到屏障后方。好人家后面有声音，那边会有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不会有。那我听到脚步声，是我在思考，还是楼下面的吧？哦，他不能拉哎、欸。
不合理啊，拦路柱都可以拉了，为什么他不可以拉？他吸不起来，比较胖吧，勾不起来。应该，我睡着了，好可怕！玩这个也可以睡着。哇靠！你给我玩坦。你全部不要全部掉刃，你左右左右用，拜托。而且已经快一分钟了耶。对啊。你左右左右用嘛。对不起，好。难怪找你这些。妈，你等下给我玩玩补。好。玩补有想睡哦。要玩安娜。为什么不要玩安娜？为什么不要玩安娜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叫我不要玩安娜吗？我先帮我补一口，我不然把我的那个。不要去到下面去了。你来，他在帮你补血，快点。没有，我说你等下给我玩安娜。哦，好，可以。然后你等下没得补哎、欸。啊，那可以丢一罐啊！你再被打一次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的逃命能力还比我低哦，我还是可以上上下下的、哦。应该可以放大下去了。哇，好棒哦，避雷跟紫狐的一样。啊、等一下我们要变得跟紫狐的一样。你先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等一下车子在行进中要分散风险。对啊。对对对，小鱼就是这样射哦，你好棒哦。谢谢谢谢，好说好说。你可以当男生了，男生就是这样子，懂吗？本来说为什么马桶尿不准之类的，就是那么难尿。好哦，那不可以坐着尿尿吗？我是会碰到啦，其他人我不知道啊。看你坐哪里尿？我屁股会碰到啊，怎么了？我以为你说那个我们私下讲，那个我们私下讲。好，现在是三点的、啊。半夜三点啊，过十二点了，对啊，过十二点是没错。来了，碧莲来了，来了吗？碧莲轰一发会不会直接死掉？我听到碧莲声音了，嘚的声音了。这里，哇，哇，他这红紫色也好屌哦、喔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是轰在我身上？好屌哦、喔！你死在哇，直接到天哦！我直接被轰一个很傻眼。你知道我还有一种他们会锁定，还丢一个维生立场，结果是你先死了。我直接赏他一点大哎、欸！后面自爆。嗯，对，没路了。有，你再跑到那上面。怎么上面有一只啊？啊，不是啊，碧莲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？是不是？哇，出出阿公！你们的补，那上面吃好爽哦，他！你们两只可以补血都倒在地板上。我是觉得你应该是来救我们才对，我们还可以补血。不是，我刚被卡在车旁边哦。赶快补喽！不行，先保护我啊！先保护我，我。不是哦，技能是不用 CD 的哦。是我们好像缺个第一把刀在我身上。又避雷，又避雷，又避雷。哪里啊？我听到哔哔哔的声音了，紫色，你要不要离我们远一点？不是，你真的没办法动。我没对你做什么吧？
我没对你做什么。这个真不好说呢。我断了。完了，你们又大了。我。他们消失了。哦，他人在那边。我早点断线嘛，他们就不见了。哎，你这样是不是要重来了？对。你是直接没了吧？你是直接不见欸。哦。对啊，嗯，等一下再看看。三个打四个关。等一下看看啊。可是他炮台在啊，他炮都不见了。他不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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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没了。酷酷啊！所以你现在观战？对。哇，那么要出？不用啦，你们过了就好了。不行，这样太自私了。没关系，你就是这么自私。好吧。没有人，我去。那我不要脸了。我知道，都在过得不险。避雷要来了，不要跑了。啊、你怎么不在这里面？妈的！避雷是不是坐着你？他妈的，你是在避雷里面。避雷在家玩查理达。你现在是避雷探测器呢？好强哦！妈的！第一发就是打我身上，还好还好，我就跑。太强了吧！怎么办到的？我刚刚突然想到一只可以回血的，就像它更惨，散光。哇，血量只剩下六十几吧？大概真的只能一，大概只能撑一下哦。真的是，真的是一发一个了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闪光是不是只有五十而已、啊？35%、啊，你算三分之一的话，五十差不多，甚至更低。啊啊，那个老君，你先接一下，我先去用一下东西。哦，好。继续气手强攻。先把电脑的东西敲一下。无敌平常会不会比较简单啊？嗯，说扎利亚的吗？他没有，他那个无敌屏障啊，我要思考会不会比较简单？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差。这现在是哪个模式？一样就一样啊，一样我们没过啊。这边一共有九个，我们一天大概破一个，你可以开台开九天。好了，我们的避雷探测器不见，我要准备中单，我要找谁？哇，继续偷养吗？你吗？你偷、啊、还是艾希？你偷啊！你艾希也要有大才能比较强啊！哇，你看你瞧不起我！来，你用，来，我们就看谁心有大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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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，你老后悔了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动到麦克风了。你们弄麦克风？我动到麦克风了，没有吗？麦克风。没事没事。他说打到麦克风之类的，会有声，很吵吧？哎、欸，我想买一个麦克风，可是我发现我的电脑它麦克风的地，它 USB 的地方只有两个。买个外接 USB 啊，多孔的啊，就跟那个啊，无线不是、啊、无线、啊、那个延长线的很像啊。有。哎、欸，我60%喽。我哇，你都好啊。骗你啊，33%。我八。我33%，好。左上角是看得到趴数吗？我们在比准度啊！他说他IC准度可以啊。那手机你要打得到啊！如果是看能量的话，哇，这组好围啊！这两个大狙击的，你们跑得掉吗？跑什么？你们开狙击，因为你们会开狙击的时候，你们会走比较慢啊。那躲掉子弹吗？
哎呦！你头发太白了，看不到趴数啦。六十还是五十？四。老巨要死掉的。可以啦、哦，搞不好我还活着，你们先死了哈、哦，搞不好啦。好，你最好可以扛四下，好不好？你们大概只扛两下。哎、欸，他有黄甲，对，他可以扛更多下。不是，我比较需要这个盾。感谢。你需要套套。耶、yeah~ ！你好脏脏。Yeah~你刚刚我死了，很好笑。我死你，你干嘛？不能剪出来，你剪出来我们就绝交。好的，那么还有超级想剪是不是，我们关台前都还是有友谊在。冲着你这句话，你要用多少钱买这部记录档？不屑，好赚哦。很爽哦！阿全，我也想上去。你想上去，我无能为力啊！你也可以啊，你不是可以那个弹上来吗？我要补到你们有。你想龙飞再回来一次吗？来回来回穿梭行不行？小鱼，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任性？我觉得我们车子守不住哎、欸。你怎么死啊？我死了。真是太近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死吗？嗯。笑死。因为我看不到。看不到脚下了，是不是？笑死了！哎、欸，星辰说一小时七分钟，他想要剪出来。不要。先丢，我就站在这边这样。看来只有老巨一个人可以站在这边了。我要被激活。嗯，请问我们这里面还有谁没进来？先解散队形吗？是啊，需要在车上吗？你说你吗？看你啊，你不想要？他保护目标啊，你可以不用去啊，就车上实际是可以不用有人的、啊，可是他要保护啊。我在这里好了，我怕我却补不到，这样就很尴尬了。那你先让我确定一下，我要在什么高度才打不到你？再下来一点。好好，按到了白痴哦、喔！小鱼，都已经丢了三个大了，丢过几个大？我现在存着一个大，我存着这个大，因为刚刚教主他开了，我就先不开。好不好，你叫我教主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刚才觉得很恶心，我也是。你是谁？你看呢？没有，就跟那个，就跟有些人不习惯叫那个星辰其他的，
然后因为我的关系，他就开始习惯叫了。所以我要去救吗？我去救一下。我们盯一下，我去救了。要防止叫错，然后花多少力吗？很痛。我傻眼的，我刚刚在讲话，我想说他们会打包婆不打我，结果他们就敲我一下了，没了。哎呀，金城叫你安静啊，吴雪。我看到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别讲。紫色解手，我去一个厕所。紫色解手，我去自己独立一下。紫色表示不准。我要去打个电话，我可能要预约一下牙医。身为队长，好，小雨交给你了。啊？干嘛？你要紫色啊，我去厕所啊，没问题吧？干，要大便啊？可是，对啊，哦、啊，厕所怎么需要换人？他刚打耶！怎样？大便？你大便怎么了吗？你不要大便啊！你就不要给我大便。但你这样美女是不会大便的吗？所以你会大便啊？我不会。难怪你肚子那么大。在玩什么？啊，这个、哦。难怪你的肚子那么大。闭嘴！白痴！曾叫吴缺安静，然后吴缺直接走掉。不是打了什么？跑去打电话给星辰。好，我来玩巴蒂斯特看看。我可以的。玩着之后会不会死掉？会，刚刚剧情试过了。会，我刚才已经给了你最好的。我刚体验过了。我第二个点的时候发现好无力哦。我在玩看着之后。会死。会。我觉得会死的几率蛮大。175。金星有感吗？金星流感，有感吗？感了。他盾有200多了，还行。死了的，巴蒂要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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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去哪里？没有，我们先往前走了。啊！躲得很好，躲得不错啊！干他妈的嘲笑我，躲得不错，非常妖我。看这个血量，我开大应该也做300多滴血。
你怎么讲话？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像这样的爱情。不会大便的美女，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跳来跳去。你是跳不上去。哦，你推他哦。我要被打太惨了，我可以的。坦克剑士需要治疗。V C， 我不知道啊。X。哦。丢歪！尴尬，只是要按 R， 不知道为什么按到 Q 去。
丢哎、欸！快点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十八滴，十八滴，巴蒂斯特十八滴！靠！怎么打到那上面去？哇，97%哎、欸，巴蒂斯特你好猛哦、喔，你会修车哎、欸，谢谢。我要走了。他离这远一点啊。嗯。我觉得拱门这边就放一个盾啊。他我刚刚是这边放一个盾，他结果他是抬高射到你，有避雷声音。啊死！啊！还没来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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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我的衣服！是压干我是，叫太快了。我的衣服救我，他是冲三小的，我丢了耶！你没看到我丢了吗？为什么我还是会死？东西的，哎，我做错什么事？他要这样惩罚我？你要问我衣服是丢出来的吗？你可以问，你可以问一下紫色啊。又来了，避雷又来了。避雷在哪？你太早放了啦。不知道，我是听到声音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后面，死了。飞驰，还来还来！哇！啊！我只能扛三发。不行不行，要死！毕野死了吗？没看到。死了！哇！死了！好死！啊，星星可以扛到三发。辛苦你了。你是说星星的心吗？最需要砍的就是你了。对。我不没开大的话，可以扛三发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也有丢哎、欸，真的是 bug 啦，色，你相信我。哦，上面 BS 啊。不要相信我、欸，真的是 bug 哦！后面呐、啊，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，相信后面。哦！哪边？哪边？哪边？就去，去哪边？我好怕，我好怕！我是一个无助的小矮人。嘿嘿嘿嘿。必要什么砸？好，谢谢，痛快痛快，痛快死了！巴蒂，巴蒂 ，everybody！ 前面有避雷啊！巴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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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蒂死了！等一下。我去打毕野吗？还是你们打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。后面，我要死一个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
你有盾跟我讲，你有盾跟我讲。没盾，目前没盾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有盾，我有盾。好。破了。过了，我们纪念只剩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可以啦，他比较坦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我奶起来了，哇 fuck！ 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医生他背叛我、欸，哎，他在我死之后才丢出去。啊，他不是丢出去瞬间会有零点几秒才会出来吗？他丢出去会有一个组装时间呢、啊。对啊，他背叛我，他背我不能预知，我已经很快了，可是我不能预知。不是、啊、你放出来，我们救你啊！谢喽，不客气哦。那我们要玩什么？还有什么没过？全部都没过。他、啊、现在只有龙岩跟这个过而已。龙岩跟这个。还是你想玩那个啊？我们昨天玩的没有补的吸血吗？对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哪一个？血月。血月。好。看一下要怎么吸啊？要怎么赢？要怎么打、啊？就拿输出脚打啊。啊，那些召唤流没有用而已啊。那死神动作有够多的哎、欸。割枪。但最没准度的玩这一个，可恶！练准度啊，可以练准度哦。啊，你可以玩小美啊。其实劳工也可以啊，只是炮台不能吸血。对啊，昨天劳工最后苟活来，苟回来了。我记得啊，你的避雷开大马，马秒死，好好笑、哦。哇什么？要什么？避雷。啊，好，那就避雷了。哎呀，怎么选错字啊？小避雷，小，我是觉得吸血模式真的很好玩啊。给我几秒钟，他很考验准度。嗯。啊，一样那个强化兵痛哦，最痛的是强化兵哦。那、啊、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哦，对不对，星辰？那个老狙你可以冲过去贴着他们按左键，不要贴太近啊，不要贴强化兵太近就对。谁都可以贴，不能贴强化兵。嗯。然后你的大绝留着。放那个两只大猩猩，马克一进去，我们就失去他的踪迹。他们封锁了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卫星收不到信号，你们千万要小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！哎哎哎哎！你这是老鼠屎！我在吸血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男朋友？
他都买电脑给你了，你要这样子对他？哇靠，是情绪勒索哎、欸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凶他？我凶我男朋友干你屁事啊！我跟他同居过，同一台车过。哦、啊，同居？老对啊，居啊，车本破音这不是居吗？居。你跟他同居，我跟他同床过耶！妈的！我也差点跟他同床过耶，你怎样？怎样？我那天差点睡在野外、欸，野外？对啊，睡公园哎、欸！不要是我，如果是我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我跟你讲，看你老师！哎、欸，隔壁枪毙！哎、欸，那个谁，魏子胜，我们都下来了，还是、啊、他冲到楼上掠过我，再去抓你。我已经知，我原本想说他，我有机遇，他可能会来抓我。啊、这个怎么还没死？是谁来偷打？那干后面有一只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啊干后面有一只哦、喔，有一只上场交锋，哦他烫死了，救得到吗？救得到吗？三只应该没办法哦、喔，还是这大哎、欸。烧箭塔还有一个，大大你要讲哦！你知道我刚好旁边还有一只那个狙击兵吓死我，我完全忘记有狙击兵的存在哦！他怎么在那位置？保护大大，保护大大！欸、那个你的大，对。目标是我，回他。刺客哦！哎、欸，我但我看错了，我怎么刚好看到一个红光网？好像不是，那个是那个灯呐、啊，那个灯很容易让人误会。哈，就这样哦？没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啦，后面才难好不好？我们昨天后面这边失败3-4次哎、欸，后面才是最难。对啊。后面会先来一只大猩猩，过了大概6秒钟才会来第二只，他不会一次来。所以你大招扣一下。对，所以你大招。我扣了。你是谁？七美塔。那个当你就扣着，等他们来的时候就开一个枪，我觉得好打。啊、这边会有狙击兵，还会有刺客。影子嘞？是啊，被烧箭塔是自己。哦，你烧箭塔怎么那么棒啊？因为不是我瞄准的，有瞄准的最棒。哇，Yeah.
阿衰输了，等一下要死，他输了，他输了。你是不是也紧张了？他在我旁边，我一定要丢得出去，不然那个下一枪下去，我应该血就惨了。没有啦，我说那个两公分的传送门。好。谁还在射？呢？哇！你现在开？我可以的。哎呦，不是，快要出了，快来了，快来了。是假的。对，真的。是不是抓我？那回好慢哦。小心，反击，反击，反击，后面反击！哼哼，好热！又有刺客！我又没丢到他了。来了来了，要先还没要先丢 Q 吗？还没，可以了啊？吗？完，浪费了，没丢到。老弟没冰到、啊，你不行死了！啊！老弟不要拍，你要去，你要记得去不他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我老傻眼。谢谢。而且一次就三个，我流汗了，我汗流好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纪念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纪念他一次，难道我还以为被放生了？可以嘛？你要再一次是不是？不要，别！我们一次过是不是？一次过啊！强哦！还有五个人打哎、欸，比昨天高哎、欸！谁？哎，好说好说。还要玩什么？你居然没回来吗？被他脱肛了吧？痔疮，无缺，只有爆头才能造成伤害。这个我还没过过。哦，爆头近战才能造成伤害。近战可以试试看。近战可以试。爆头真的没办法，我们碰到刺客就死了。战哦？什么近战？什么是战？应该不知道是近距离还是只能用莱因哈特那一种。所谓的近是要多近？嗯，必击吗？莱因必击？哎、欸，搞不好他要把远程关掉，崩掉。嗯，不会啊，他第一次叫你用普攻才能够，就是用一台。没有，
我的天！他的近要多近？不知道，先想个秘技压压惊。会不会死啊？好哎、欸。安安，不能勾，你骗我！哦，屁！我没有人按 F 破坏门。你不是你刚用 T 的吗？哦哦，那个要进到一个程度了。你说太远，它会有一个光圈，你就打不了它。哦，你说它这边会很像无敌的哦。对。啊，没办法，好难哦。哇，那老鼠也不行，把你撞开。他反应有点慢，我在远处又见他，我第一拳没伤害可以，可是第二拳撞墙剑也没有伤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像一个人靠近就可以打是不是？不行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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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远处可以打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有人靠近他，我就可以在远远射了。不信你看、哦、上面那只对不对？你们看是不是可以打了？好像可以呢。对啊，还是啊，用蓝露珠把它勾下来干呢、欸。那你才勾一只，你看哦，我过去，你们是都那框框没了，可以，对啊，哦，就那找需要有一个，对啊，需要一个，需要一个去死。我对特种部队伤害量是零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看我对特种部队伤害量是零哎、欸。特种部队是那个吧？强那个狙击兵那类的。我靠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他拿枪瞄你头哎、欸，散弹枪。迟钝的、欸。好烦哦！你他妈的！真的是你他妈的！
我被带走，我没头，抱歉，我刮到车子，这样会有吗？试试看，没伤害欸，不是。我沾到一点点水，就算我死掉了。橘皮兵，你可以尊重一点呢、欸。哪里啊？啊，老三，老君那里。我觉得复活你。小云后面哦。啊！哎，不行！太多主强化了。老鹰抓条鸡嘛！他妈的，他妈复活了，你他妈不死！我靠！哎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小多子弹吗？我知道啊，太小了，太多了，我还不敢露头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又被带走了啦！哎、欸，哇，不行了！哎、欸，复活了你！啊，请把我再捡回复。请问这样子是可以复活到人的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好吗？你刚刚不会痛啊？有哎、欸，啊，这球不行，拳王不行，一级好像。死神，我个人觉得可以啊，可是因为要想到对抗狙击兵的部分。那过下来，我猪猪啊，我刚才就说猪猪啊，可以啊，猪猪好啊，猪，你猪猪啊，猪猪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到时候会有重装甲的。然后嘞，近距离，嗯，又要出动小美还是谁的？就先可以打到有重装甲的地方再说。对，我们先要慢慢刺嘛。地雷，我给。不是，他就是一个人去牺牲啊，去撑在旁边啊。他的保命能力还要高一点。对啊。我刚刚就说猪猪啊，或者新美塔不行，新美塔算吗？上界塔算吗？应该没办法。你觉得？你要测试看看吗？嗯，五号，好，那还是终于有一个大一点的盾了。
可以耶，可以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偷玩过啊？我都用靠的，我都用靠的，我都用近战的。真的好，猪猪勾啊，猪猪！我靠！那其实莫伊好像也可以，莫伊很远呢，可是是那贴着吸啊，对不起，有低端嘛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记得莫伊是很远的角色。抓没用哎。那个小鱼，如果你下次看得到的时候啊，晕他，撞他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看到有个人。哎呦，勾到了，勾到了。好像是。好啊，但不认谁到他。然后你就在这边。我猜错了呗。啊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谢谢，谢谢。啊！自杀！你怎么下去？要破了，要破了！哦，全部扫下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来一踢。狙击吗？狙击。啊！干嘛啦？他掉虚空了。哇！对不起，我在雷。啊！破啊！破破啊！我还有小盾。不行不行，那个 GG 比这太过分。不要！就剩下小鱼而已。不要不要！我头很大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
硬扛住的。等下，这里有什么有这个的？哎、欸，他不能高，好吧？都快破了。啊、都破了。啊！我靠！他为什么会冲啊？会啊，他一直都会啊。小心后面老巨后面很近。哇！啊死啊死！大小双盾。狙击兵。欸、那个狙击手是被你们打下来的？我不知道、哦。因为狙击手不见了，他后面还在，还在啊！哦，在各个地方。刺客，刺客，那我好，好险！还有胖胖哎，这座桥。对啊，刚刚不应该不该有他的啊。对。来啦！我靠！这我没办法。在哪里啊你？桥上，被撞下去的。我在扛那个、哦，好，可以。我残了。他、啊、看老狙，看我，老狙还是老狙，老狙走出去，老狙走出去。啊、好看，看看 看紫色了、啊。哇，打他之后大家都满血了，好爽哦。他自带补血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因为我一直靠他。得冲过去吧。走喽！快走哦，快走哦！哈哈，看到了。所以他等一下他那个大的推不动，推不动，我也勾不了。好啦，好勾。好，是的。
是。高。高。好了，两只吗？哎、大家伙，大家大大大大大大大！士兵没死哦。不是，我想去考虑骑兵，抱歉，你怀我吧。你先待在这里，我们先杀掉你。父王，没有，我要纪念一下你啊！你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哎、完成了，完成了！哎、勾，我们好强哦！好扯哦！对啊。你好会勾哦，繁星。哦，哦，果然是猪啊。哦，刚差点灭团呢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刚刚血量一度撑到6D还是7D 血。哎、我治疗量15000哎，好强哦，狂交。伤害格挡14000。我也有15000，好强。那我们玩什么？啊什么？什么精准攻击？空暴风、雷霆暴风、同情得力，还有防弹屏障。啊？啊？就是有无敌屏障，然后爆头，然后对敌人造成伤害会治疗其他敌人，然后。什么狂暴模式，还有范围攻击，敌人会范围攻击。看你喜欢哪一个啊？那我们来爆头。笑什么？没有，只觉得真的很难。被刺客找到的话，真的没有救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勇敢一点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玩一下。可以啊，玩一下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玩啊。然后你们全部看着我不动，这样子吗？哇塞！对吧、啊？那限定角色只可以这些哦。因为其他都不能爆头啊，其他都是那种，你看啊，达利亚嘛，他也没有爆头判定啊。他只是说明爆头判定的角色啊，
只能爆头是不是？嗯，对。你认真？啊，反正都要爆头了，可以的。哦。没得补吗？这个小鱼啊。吧。露西欧，对啊。推不动哎、欸，推不动，呼吸哦。因为你呼吸后没有推那个判定啊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那我啊靠，我要爆头，那我过得掉吗？那些东西好像都不能，那我过得到吗？试试看，可以耶，那还是可以勾。够多狙击，对。啊，那个翻滚很麻烦。爆头命中率100%，舒爽。你知道男人吗？不是，是我的。可以的。哎，他够了。可以的。我们只爆头，还是他们也只能爆头？我们只能爆头。他们感觉也没有啊，他们打身体也有啊。你等下靠近他们近一点，他们拿枪托敲你，就看到你血量会扣了。哇！为什么都是狙我？球回头给一颗球，狙击，
就是要死了，最惨些。是了。我推不到，你要爆头才可以推。打眼，可是挂猪猪不用推得到才能挂、欸。啊？挂什么猪猪？挂猪猪啊？怎样？不用瞄准到头才能挂，你不要再跑了，我很难狙，我很难瞄。狙死！哦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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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瞄我！我打打打逃！快点打！来打哦，打西哦，打西哦，西哦！好了，换我了，换我！我要换不知道谁？怎么是我啊？不是啊，他只能瞄头啊，哭啊！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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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哭啊！刺客。太多了吧，好多哎、欸！会点吗？啊！我被抓！我还在打、啊。为什么他？为什么我？你只没挂。那个小鱼怎么你不？没挂，我开大、啊，你是我男朋友哎、欸！哦快点！你老师，没有的男朋友，没有的男朋友。哎、欸，小，哎、欸，去上面救那个紫色，你去上面救紫色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奶起了我男朋友，可是我男朋友却奶不起我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你上得去吗？西欧，西欧，你总是挂那边，西欧。小玉，快点！小玉，快点！天君紫色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他我应该很好救，我没死过几次。你男朋友嘞？保命鸳鸯。你超久了、欸，我们人手不足，我知道啦。你是死很多次了。下去啦！下来啦！下来啦！Hello， 大猩猩。
靠近我一点，我就开大牢，开大打牢。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来看我，我换人了。没死路！呜、哦，去你妈的！他用枪，他用枪头靠我。有了，看到前面一道光了。他是，他是。我复活超久的药。复活的超久的药。好，你还没死呀？还要？我们在死了多少次、啊？我开速度冲进去喽！好。有刺客！哇！完了完了！啊，不是要加快速度了啊？怎么刚没看到人？我看到只是我被那个卡在那边。那只叫啥？三花冰卡。哇！惨了。人都不行哎、欸，我死太多次，所以很难打起来。可是不选这国，只能选慈悲了耶。慈悲，你就慈悲啊！我会选和尚啊。夺命可以啦，可是血太薄了。我遇到那个枪兵，我要跑了。我先打电话问一下我牙。牙医那边什么时候有空？好，都要无缺嘞。无缺，无缺，要装死啊！无缺，我在认真看台嘞。哎、欸，没看到，真的没看到，因为你、我们我是全荧幕，我怎么看了两台打字啊？在开我玩笑，不是哦。我觉得进来。那我确定不会啊。有妖吗？就给我进来。小鱼死太久了，我今天看着他，不许他紫色，不要死机。可是那个、啊、我遇到刺客我也很难打。至少你可以帮忙砍他一刀啊。你现在麻烦是遇到刺客的时候。啊，队长，快点选！我们已经过很多很多个了。好的啊，我们可以的。打。一边看小说，一边在认真看台，然后继续看小说。他刚刚在喊你了，我死在厕所了，出来。我就一边看打呀，然后想到哎，好像不用聊，然后就继续看小说，然后看了继续打。嗯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家离我车有那么近啊？奇怪。啊，呀，我。哎，所以那个猪的钩子可以勾吗？可以勾。可以勾，就是有一次控场，可是猪打头很无力。那我可以爆头的，
没有，只是我觉得你可以选夺命女，这样我选慈悲，我可以专补，我就不攻击了。啊，差不多啊，和尚者也很痛啊。好。我这都应该可以吧？如果我选输出的话，真的会爆了。没事啊，我看，反正看这边谁先死。如果紫色死他，我们就重来。好。应该选，不行，半藏也没有用。半藏可以，可大就基本上大没用啊。半藏大没用啊。麻烦哦，这么累干嘛呢？你碰到强化兵就知道为什么那么累了。那是强化兵的事了。斩光刀没用。对啊。还不准了吧我？我可以站着改，然后我就去旁边改一下设定。来对决吧！戒指给不靠烟的，好厉害哦！可以秒啊！你骗我！那一秒可是打出去不会有伤害哦。好，懂了，对不起，你没骗我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我看到骷髅，印象中我上次好像有玩过。我看到骷髅的瞬间，我没有按下去，我想说没有用。被打他一个后退，直接被包头。没有，他们不会晕，他们不会晕。我觉得在这边和尚是最好的，弹道稳定，射速又快，伤害又高，然后又软。那夺命也不错。还可以补血呢。是在哪里？啊！他惨了，一滴。快开枪射他！啊！收到了。然后大鸡在被吞了。抱歉了，门快脱了！滚屁呀！滚！滚！拿下！拿下！这里能出去了。哎，如果他不是推我一下，我爆不了头。我哭了。有个很大的充电宝，我来治疗你。半战大招没有啊，没有爆头半丁，那他是能量，能量基本上都没有爆头半丁。没有。此刻。啊！被我勾到了，不是啊，我用不到啊。我晕，有哎、欸，我晕到了。我不知道是你晕到还是我勾到。空投艇接近了。有啊，阻挡好多次，我可以贴过去直接散弹，靠烂他的头。好像我快被烤烂了。
长的船来了。哇，好痛！一滴啊！啊，不就还好会治啦，不然倒在地板上了。啊，怎么这次没有那个复兴？不知道，这是随机啊。此刻，看你的。有啦，可以，不可以晕？对不起，拿不到头。我被我感受到我刚刚是做 carry 的了。啊！我被压了！哇，没勾到！尴尬，没勾到。小鱼他再去找你了，你去哪？小鱼，不要太过去，不要太过去，不要太过。可是小鱼在那边呢、啊。我跟他讲啊，我是跟他讲啊，他断线了。断线了。做猪肉，我还回得去吗？看你啊，不行啊，理论上是不行啊。之前可以的，我觉得慈悲有搞头哎、欸。你现在正在观战中，没办法。我知道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别放弃，快站起来！我刚想复活紫色的，看。怎样？哇！老俊，你手机？哦。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有机会听到我讲话漏风。来来。你要剥牙齿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牙齿刚断了。啊？为什么刚断？刚刚断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就是我不是说我抽神经的那一颗牙齿，然后就断掉了。但是牙医今天客满，我会断线，太可怕了！暴击命中率100，真的100，算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绝对不会断，可是我觉得我不断是有机会的。我可以，我刚刚可以复活紫色的，然后我就按下去一，然后复活就可以开大了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我就是按不掉啊，我就跳掉啦。是可以，我觉得慈悲可以，因为我就只当捕食，然后拦路猪一定要，或是。对，蓝露珠要，因为我要打，我要一个充电宝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是一个弹。对，我要一个充电。啊，要弹里面比较好，而且有控场能力的蓝露珠啊。对啊。要不然欧瑞莎也可以啊，欧瑞莎也可以啊。蓝露珠也是不能，不太适合打小只的，可是他可以，我可以开一大，直接贴着那个特种兵的脸打。对。哎、欸，这那个啦，你如果开 shift 应该可以挡刺客。那个欧瑞莎可以啊，勾到那个，那你要刺客是瞄着他、啊，没有啊，勾别人，他贴到别人身上，我就贴着勾他，把他勾下就好了，强制打断。
第一把大招好像没什么用，没用啊，不能爆他，就只剩对第一把大招超没用。我刚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刚球大招没有用，那就只剩下租货奥瑞莎的而已。对，叫做呢？叫做牛丸奶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快选啊！我还想牛丸奶汁，我在看牛丸奶汁。这只嘞？那我可以开始掉吗？不是不行，可是我帮他开始掉、欸。我就是不知道啊，可以试看啊，试看啊，踹呀、啊！害刺客，小只的应该没办法害啊，强化兵应该可以试试看。等会儿可能用得到。看来中间是空的。你应该不用强化我，我打小兵很无力，因为我要走过去。强化兵不能害，强化兵也不能害，刺客感觉就不太能害。等他，那真的应该可以吧？可是爆头蛮爽的啦。嗯，他也爆头蛮强。对啊，因为强化呀，死得快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这样就解脱了？你还不能？你后面。啊？可以耶。可以害谁？狙击。那他还是会狙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快死了！挨刀的时候快死。哦，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在打他。我的子弹数量堪忧。三枪哎、欸，贴着头三枪才会死。我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他直接趴在地板，他直接倒在地板上。对对对，我 CD 啊，去倒地，好强哦，好可怜、哦，原来还你那么好用吗？
真的耶，最有用的角色了。现在是被害可以爬墙吗？思考被害就直接摔倒了、啊。是啊，那个是那个刺客被害直接摔在地板上。那、啊、正常来说呢？正常怎样？原氏是可以被害的吗？原爬墙的部分。对啊。有些取代价。我狙击没用了。他剩小枪。所以小兵没有被害，因为他本来就……嗯。太多了。啊，好了。平安。在我背后。拉不起来，快点！打的。住！突然间觉得狙击里面好像有点废，很痛好不好？好喽，他残，他死。欸，这样重装甲可以害吗？我还没到啊，我想试啊。应该是可以了，如果这也太强了吧？你要玩了是不是？你要练？不要，我不会玩害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太远了。快一点吗？我要等啊。害到了、欸。但是害到他有什么？不知道。他有什么好害的吗？他还是一样机关枪，来不及，不能冲撞吗？哎呀，害你的枪都爆头，真的还蛮痛的呢。很不错啊！他引擎枪跟闪光枪差不多啊，很痛。没有，他的单发子弹差很多，他引擎枪单发很痛。他们都那种很痛，可是很飙的、啊。闪光还好吧？我觉得闪光都很差。啊，不是要过来吗？吴缺，你们过来吗？现在可以直接冲过来啊！可以啊，
不看台啊。什么时候你们不错过啊？谁？那什么时候你们不错过啊？谁们？老君那时候，之前的时候，我接手之前那一场。之前是多久以前？没有，那个是紫色被卡在门外面的、啊。我是被那个强化兵卡了。谁打我、啊？哦，不是我。不远哦。走路声音。强化兵跑上来喽。这边没法击飞吧？这边是海吧？妈呀！不用小心了，他现在只是废物，我都打得赢了。你打。那你打。输了！我不是害了他的吗？你是害了我，原来。他已经，他不是想跟他单挑。对啊。你不是很呛。如果开爆头模式，就那种多人内战的猫，我断了。那操作是不是无敌了？我断线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不行。接我一下，露个头！接我一下，露个头，露个头！啊！我刚刚断掉了，对不起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这时候断掉？而且刚好是在夺命出来的瞬间，真的！而且我飞离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接他把他夺命了，我直接帮你打掉。他应该躲五圈后面，不是因为我太想要飞上去复活你们了。你好像很不想赢。不是我的错，不想玩，不想赢。你家的网络很不想让你赢，真的他妈烂网络哎、欸！他说不去通情得力，补血的，你说不打过了，补什么血？没有，没有对敌人造成伤害时会治疗其他敌人，没有玩过啊。这个会不会比较简单啊？感觉是比较简单哎、欸，就先集火一只啊，补其他的再集火一只就好了。好，你不要再雷了，电脑。电脑没有雷，是网路在雷。哦，好吧。电脑的雷期已经过了。好。你是门牙断掉。Yep。Yep。刚刚马克喝水的时候，马克被敲到，然后就啪叽。我觉得你刚刚说爆头模式仓鼠很强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说，如果只能爆头的话，对啊，啊，可是你要想哦，仓鼠也打不到人啊，他撞人也不是爆头啊，你在想什么？至少是无敌的存在，那对方也是无敌啊，哪来无敌啊？两边都无敌啊，那仓鼠还可以冒出来打一下，然后再说回去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所以电脑他们也是打头才有伤害，没有打身体，那就没必要。如果跟我问一样的问题。所以伤害要玩，要找那种伤害集中的角色。炮台伤害很不集中哦。他打他自己的啊，你管他。你可以用那个攻击标记啊，他就会专打那一只。我用。是哦。你的普攻攻击到那一只，他就会优先打哪一只？哦？哦？我记得有这个设定。对啊，有这个设定啊，他的设定是这样啊。可是还是要有一只坦啊！好了，同情得力。那怎么不是爆头的？
我觉得爆头的机会很少，他们不相信我的网络。你网络让我们失望几次了？哎、欸，对，可以解治疗哦。不然我选他干嘛？我不知道、啊，我真的很认真在讲哎、欸。我不知道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们都会打一只好不好？打左边那只不会死啊！我不知道他哪一只啊，他不会死。我打我那个交给炮塔决定吗？跟着炮塔打，他是光明灯。他来还好，我们去打伊哈特。不然会打不死，还有十八是打死三只了，看。我应该选夺命的。要吗？可以啊。可是夺命就怕之后会死人难看。哎、欸，没有你，哎、欸，你开大绝锁的话会直接全杀，全杀吗？全杀。夺命吗？玩这个打，没有没有那个。炮塔打不到，因为炮塔被柱子挡住了。哦。不是，他回血速度有点太快一点，瞬间满了。不是起火同一只定，其他只好像会被。要打同一只啊！哦。如果你不急火，我不去，感觉上，反正我伤害是不够啦，打不穿那个治疗。不是啊，他头都那被打一枪之后就往后退，那我真的打不到。不用强化、啊。那我强化可以丢给谁？你丢给紫色、啊。对啊。一个丢给紫色，平常的蓄能量啊。还得要再等一会儿。等一下，老公得尴尬，他踏死吗？他睡着了，他睡着了。哎哎哎！我看到了什么？你怎么有机车？不是他当然是走过去那个 A 他一下。那走近一点，等一下我爆头没。那反正如果你太大的话，他们不是不会。不是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炮台没打一个人，他们全部都会回血。真假的？嗯，所以你要专心打一个，就真的是要专心打一个啊。不是，但 GB 已经打不死哦，拼命啊！真的耶，这样好雷哦、喔！我去帮我扛，怎么扛啊？我们的死神十六 D 怎么帮你扛啊？不行哎、欸，炮台打一只全部都会死。不是，这不能打，因为不能开大，开大的话就是左边跳一下，右边跳一下，然后两边来回跳，那就对啊，生命之泉，狙击炮台还难，我连房间都出不去。我被发现了，出不去。哭哭啊！所以来在那种范围少都不行，要伤害高，然后伤害高，而且没有什么扩散能力，扩散能力不能太高。这障碍组应该可以，可是就专心打一只的话，啊，那半障，半绝可以吗？半障。大绝灌得掉，没有灌得掉，灌得掉。他那个花花那个彗星应该灌得掉，他没有和尚那么回。好笑、哦。你是独行得力还是爆头？都行啊，能过就好。对啊，网路能顺就好。啊，精准。发现两场断一场啊？啊？是情绪勒索吗？不是啊。勒索我电脑也没用啊，勒索我家网路。我勒索你的钱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这是我的钱。繁星说：“你来台湾，他帮你办网络。”嗯，不要，他说不要，回的那么快。不要，要啦要啦，我们不是偷摸打击吗？没救了，我操！你没救了，精准哦，精准，爆头，爆头，是不是？嗯。
西户啊，可以，我想要谈一个比较。对啊，西户给他闹了。猪，猪，我看到猪在墙边。可是猪打小子的很。很障碍啊！好啦，对不起嘛。来换我玩猪，你玩这只好了。感觉当肉给小鱼补比较幸福。不然等一下，小鱼你玩这只，我玩慈悲。我不会玩太。啊，你刚刚不是说太有用，练一下啊？不行的，真的，我真的不行的。你只要这样子。发呆就好了，你看，嘿，嘿嘿，是不是很开心？你就隐形到你的大绝影之后就可以先行了，然后再躲起来。太久了，是不是很棒？有喂，很棒，很棒哦！每个人都不要再增加游戏难度了。哎、欸，比他断线好吗？他至少有用哎，断线是连不回来的、欸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？就算他害影，他进入那个害的模式，他搞不好网络也被害掉了。啊，对耶！我这样就可以在 Tina 面前展示我的那个了，粉红慈悲了。Tina 呢 ？Tina 去医院了。那、啊、你们最近还在看什么吗？除了那个什么优芙宝贝？优芙宝贝看完了。看完了。我真的不知道看什么东西。守护甜心吧。不要啦。不是，原本是在看守护甜心，然后他们想说就等艾琳。原本在看守护甜心，就要等艾琳，然后艾琳说他对优芙宝贝没兴趣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哎，艾琳不在，那我们看优芙宝贝，然后所以就去了。天哪！那我想一下有什么可以看哦。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守护甜心了。不是啦。哇，没想到那么远。我去后面。哎呦！反正我看我残血，我就直接按一下移了。我看如果他朝我脸上轰的话，我已经喷了。我要把这台车害下来。我们让我们天太多了。哎，他连那个福斯凯亚机器人都可以害了，下来啦！哎，我被打到。没害到，没害到，他跑走了。哎，我开大了，你又开大了。他跌倒，他跌倒，他跌倒。但他们都少了两个输出了，还是你是只有用输出？刚是不是走太前面了、啊？他们这次不该现在来啊！跌倒了、啊，我要当咒术回战那只。哎呀！啊！啊是，对啊，是前面是只强化兵，然后一只刺客，我靠，我不知道打哪边。对啊，走太快了啦。狙击跟刺客都二选一吧。之前那边不是出狙击的吗？狙击啊，你还是有病啊啦！
后面有一个步兵。步兵还好，讲话比较严肃。等他友善提醒。哎、欸，我帮你讲话了。知道啊，我知道你最爱我了。没有，我最爱的是钱。我知道你有啊，所以才跟你做好朋友。哎、欸，带过去了。还是他可以直接越关啊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要啦。这门还是没爆啊。哦，还是不行哦，好吧。哦，什么好看的、哦？玩我游戏看完了吗？狙击。都在我旁边的，美人呢？怎么啦？要死了啦！在我旁边的。我死了啦！那子弹几招？吼、哦！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躲到柱子后面。我他太过还是会狙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应该是害的，他没办法用钩子啊，他不能用钩子。所以你刚刚被狙死不干我的事啊！我妈小鱼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给我钱啊！对啊，给我钱就好了。狙击兵，哇！先躲，先躲进去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进来打，我们进来，我们进来说，我们进来说。狙击家。重装甲害好像没什么用，应该不会飞，不会冲而已吧。哇，尴尬！哇，他头在后面，他头是后面红红的那个是不是？没有，都哇，他没秒到你耶。你在狙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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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瞄到你的耶！你看他瞄准直接瞄到你耶！你说我吗？对啊！啊！他刚好瞄到你身上，然后自己刚好一直接顺过去他那边的。他怎么会这样？你问他啊！全部都是陈化兵哦。还是他开了外线？那边不是有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好痛、哦！我扯，我扯，我扯，我扯。哇，金怪、欸！想想，如果刚刚又是劳工在打这些的话，刺客哦，没有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不能，我被打。啊，我害到了！哎、欸，这画面第一次看到、欸，哎，我死了。不活了，不活了，不活了！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刚好觉得这边是你知道什么叫围？我可以跟比较久。我觉得这边上精华了，不行了！天哪！强化兵是什么？太多强化兵的人生三小，几只啊那边？夸张哎！没有吃有的部分好好干哦，好干哦！我看到你要剪精华了，气死了哎、欸！几分几秒？三小时零一分呢、啊？夸张哎，这么大哦！妈的！而且强化兵他是散弹枪，所以说繁星就算用那个潜行，他还是被打出了。我有潜行啊，他马上起来啊。没有，他马上看到的，你这好像没什么用。如果以那个狙击来看的话，搞不好狙击看红外线呢、啊。
大牛牛安安。会的。大牛牛嘞。大牛牛。大牛姐姐。姓啊，姓小。我知道啊。带自带五只一条的那位，对，对，还要害赢吗？害啊！害不是有人输，要选猪。好啊，谁猪？谁猪？哦，不用动了，是不是？有人要猪吗？谁要猪？你猪，我猪，他猪。繁星猪，无雀何在？啊？啊？让你怀疑我小美哦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刚刚不是有和尚吗？嘿，怎么了？有和尚，然后有蜘蛛比较好啊。哎 ，Tina 来了，还是还是你要用那个石碑？哦，给他看的是。哈哈哈。我是小鱼啊。是你啦，你不要这样子啦。我只能当一个捕手。对啊，我和尚就不能耍废了，哭了。我把废，和尚主力是之一啊。和尚很忙哦，因为要补血又要攻击哦。巨斧头不该给猪的，猪本身就不需要了。你不要给我啊！给我，给我，哇！你挂紫色吧。我是挂紫色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帮你挡。可以啊，放了猪就是两发啊。强化紫色比较实际，你强化、啊、你强化我是我两不用套猪的两发而已。套错了啊！你们可以看那个叫魔法阵天使的。我刚才在想这个东西，咕噜魔法阵，对对对，咕噜魔法阵吗？他有第二，他有最新一季的啊，他有到后续、哦。他们好像之前好像没有要看的样子啊，有因为有要看啊，超好看的哎、欸，有吧，超好看的哎、欸。所以然后蓝露珠的大推不动，对不对？可以抬高一点，推推得动，但是就是打头。喂，我飞起来了耶！我这飞起来搞你了。我看到那个跳起来，好好笑啊！钩子准备，谢谢。你用掉了，都是被用掉了。害比较实际啊，讲真的。我刚刚害过了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害完之后还要等一秒才能再害啊。不理我。那、欸、先不要出去吧。嗯，什么？我勾到啊？没有，我是想说他有没有卡在我面前？他就很像物语，他有没有在我面前？在他移动的时候，我害意义不大。对啊，我不如等他停下来。墙壁，在墙壁上比较好，会倒地耶。没有，或是他抓人的时候害也可以。嗯。他滚爽没？滚爽没？滚爽没？滚到我不知道他躲在哪了。不要再过去。
手汗好多，真的好多。哎、欸，来了！刺客在旁边呢、欸。是我。头在哪？我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好了。下面刺客了。真的是专抓我，我已经飞起来，还可以抓得到我，是。因为你飞不够高。他直接跳起来，直接把你打下来的。不是那么机车的吗？有必要这么机车吗？我做错了啥？你给我指责。你不要再问好不好？只是刚刚也没惹到那个壁垒啊，他才刚进来第一场。啊，那是真的过分。打了三次被轰三次了，快乐。对啊。真的好好笑，那个真的好好笑。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挨不住，挨不住了。又来一批了。是在哭啊？你的，我看你的电磁波收不好，在搞推力哦，这么厉害。我被强化兵。魔法迷路迷路，大嘴鸟看过了，大嘴鸟我也喜欢看哎、欸，大嘴鸟还真是我卡通里面少数看完结局的。出去是不是？对啊，踩个刀桥。我去抓那个。我要跟着你吗？还是你可以顺利回来？哈哈。哎，哭啊哭啊哭啊！哈哈，你刚才笑他，他马上扶你耶。啊、我没笑他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再来了。我在算那个啊，因为紫色害完之后还有一秒钟、欸，然后才会勾那一下。没有那个啦。好像没中装。对啊。我等一下，你走在这里。我怕的是等一下你枪房里面又跑出一堆枪花。好恐怖啊！我刚刚刺客应该是被我引到的感觉，因为我刚刚跑到这区域。哦。干嘛？可以不要乱立起啊！没有强化兵。嗯，这是你开门的对不对？嗯。喂。哦。重装突击兵。感觉是害了不会冲锋而已啊。
推不动。对啊，坐垫不推啊，坐椅子爆头而已啊。我不是，怎么都是打我？不是我，那就躲在你后面，干你娘！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他不是在打我没关系，我躲在你后面就好了。他就撞我了，看。对，要跑步了吗？好了，好吧，冲哦，冲哦！过分的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平常你怎么是开了血魂？那我要开什么？你知道有人开了我搭吗？你可以去吐一吐。我关掉。只是那边超感觉好像是被一枪一个散弹就直接爆开的。疾病？不行，不开我会死。这边怎么上去？救救我！还没死。哎、欸，刺客，刺客，刺客，都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脚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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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想说什么？不是人死掉，是 Tina 上线。嗯？有没有显示谁死掉？是谁在偷打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你去哪里？对，没有，不要掉下去而已，没事，不会引起。不要吓我！想说没有啊，紫色在隔壁啊，你怎么了？网络断了。哦，哎、精英怪，精英怪，一群精英怪。所以强化兵跑到这里来，是不是？嗯。我来复活。哇，真的扫干净了，真的好。这什么事？嗯？那是刺客吗？对，刺。有看到吗？我不知道去哪。到这里。喂，还有一只刺客？不是，那一只刚刚都在了。来。小心后面。他是不是跳出去？糖化兵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去靠墙边的地方？抓到了！好了，好，我去躲墙边一点。不行了，我看到人了。那、哦、我会躲墙边，是因为那个刺客啦，我这样害他就会直接掉在地板上。对啊，
大猩猩嘞！快点来吧，我道具才刚掉哎。好的。哦，又来了，精怪啊！有那个狙击吗？狙击哦！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大的大的大的。好了，狙击少一只，少狙击死了是不是？嗯，没有，还有很多只，很多只狙击，那不是啊。步兵啊！哎、欸，我说 ，OK， 谢谢。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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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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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感谢都是，基本上只能叫主场啊。完了，还好我死得慢。你复活要靠给教主不能死，这是特别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哇！不行，不行。当球在打，可惜，不属于突灰，突灰飞，看到成解成就了，解成就了，什么成就？哇，突灰飞，你觉得猪有办法换吗？可是猪是最能扛。对啊，而且还可以自补，就在补到倒情况下，他可以自己吃起来，自己扛着伤害。刚刚繁星对动中脚用大的时候是可以推动的，是不是？要打到头啊！说中甲那个什么中甲兵，就动中甲那一只啊，扎利啊，对对对。还是你们要换掉？是非用巴蒂斯特？伤害太高了，巴蒂补不回来。对啊，一定要。嗯，如果真的要讲打信息就那个打信息情况下和尚就够了啊。还是你们要换一个人当紫薇，缇娜上。你不玩了？没有啊。你不玩了？没有啊，你这样讲。你不要提都说陪我玩的，我哪敢不玩啊？那你说要上谁？怎么上谁？其他两只妖妖我就去打人了。先让我砍三刀。我知道了，我先撤。我应该等等要吗？那我们缺一个好，那就叫了星辰。直接哭出来。好了 ，Go！ 你已经哭出来了。是。可以，我可以开战利品了。哇，七箱哎、欸！我六箱哎、欸！你想出发的啊？看，三个人可以把你哭了。原本队长是谁啊？为什么变我？不缺。是吗？有回答。没关系，我给小雨。对了，七箱里面四个人对白鱼，对吧？小鱼，你要相信我是爱你。我不信。
请问这个又是打头的？观战，观战最有趣的。嗯，我们还少一个，然后你就开始了。不是爆头吗？为什么要在这边？不然我不知道我盾要放哪，你们可以出去啊。哦，我好怕哦。没关系。你知道我刚刚选植被的时候只有补血吗？完全动，完全不掏枪的。完全不掏枪不是对的吗？是你们现在来的这一只很强。你们要死就怪他，没有底的。一直打头啊，像什么？对啊，所以好炮啊，可以近战打他头吗？啊哈，这是可行的吗？不可行啊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近战可以，你确定不是队友打的？哎、欸，不可以吧？行啦。有红色的拳头过吗？来试试看。没有啊。你唬我，你唬我。好，好，好。不行，不能过。那谁快死？对、啊，因为刚刚想要从蓝露珠换这一只，就是想说它弹道比较稳啊。先打上，打上上什么？那就先把毒兵打掉吧。对，没错。哦。合在一起完全看不，哎呦喂啊，完全看不到他的头在哪。哎，我来接你们。强化兵哥听到小心哦。他打的不是我，他是散弹枪。打的不是你，给我的最后。我操，不是你害我忘记原本的歌词是什么？不是他这样吗？狙击。可惜不是你。谢谢。
你是说补你还是接这首歌？我很常唱到那个，他们都不知道原本的歌词了。但是吸管吸管就好，吸管吗？习惯习惯就好啊，习惯习惯就好。这可不可以吸啊？要不能哦、喔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吧，因为吸那个又没有伤害。你为什么要质疑？我只是问问可以吗？我也是想问啊。我也是。你为什么？你想骂嘞？不要质疑啦。那个时候露西欧都没办法推啊。露西欧推有伤害的啊。啊呜！后面精怪，后面精怪。哇、wow ！小 Tina 掏出小枪来了，玩死了就知道是谁的问题了。奶妈就是难玩，有人死就是怪奶妈。真的。然后就再不动了没有？奶妈那里不补。然后没盾的时候就要怪坦。打不死就怪叔叔有没有？然后无缺盾嘞。打不死就是怪叔叔，叔叔都不打，啊叔叔就开始怪奶妈，奶妈都不补。我奶妈就怪坦克，坦克都没有盾。哦，我知道，不是死了都是怪坦克。我不玩了，我不拿小枪了，你们加油。是我。断线了！啊！我们是失去一个捕食啊，真奇怪。断线了，哎、欸。你还拿枪？我的花束自动帮我掏枪了，开心吗？可以。已经进来了，他在外面太无聊了。没有，我刚以为我会断线呢，结果我还连回来了。对啊，打后面的那个红红的，好像也是他的头部。我知道，喂，我他妈还看到你想要换，想要搞我李良的。很多久啊？比网路好。Hello， 哇，你好。嗯。
去对面就对了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们，我要死掉，繁星。丽娜，丽娜。等一下，他追出来了哎、欸！我踩他。有更多敌人出现了。我还是不懂，害怎么杀我？白痴，我害到他。有狙。哦，还有第二只狙哦，还是狙哦。哇，我先去洗澡哈。那个把这个画面能不能拉我一下我啊，谢谢。瓜不是在你附近吗？我是被。啊、还有刺客啊、哦，对哦。对，还有刺客。我拉不起来。所以我刚刚是一直被刺客压着啊，好快乐。我好像在踩。不行了啊！关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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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起，收起。我可以压着至少三十秒以上啊。我想办法拉你血了。小鱼还开大了，真的啊！我真的很，我真的很想解这个哦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的说，可以啦，晚一点啊。天哪，你要晚点，你要开台啦，开到金色的！天哪，七六。好啦，今晚下午到这边啦，感谢收看，晚上八点有太空狼人杀，再来看我吧，就这样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